我跟你说啊，你见到雨晴，千万别再吵了，好好说话，行不？啊，明白明白。我是劝他回心转意的，吵不起来。师傅，您好，是去机场的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好，你自己关啊。啊。喝点水。啊。妈。嗯。雨晴一会儿来，我们俩是有些事儿。要跟您说，嗯，我们俩决定结婚了，婚庆公司已经定好了，婚房也下场装修了。嗯，嗯，好，好，结婚，那个。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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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谢谢妈。哎呀，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想明白了，妈妈支持你跟雨晴结婚，支持。嗯，其实这么多年我就盼着你，哎呀，早一点结婚，早点娶妻生子，早点建个自己的家庭，早点多一个人照顾你。可是你，哎呦，现在一说结婚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妈，人总要长大的，对吧？是的。来了，来了，进来。妈，雨晴来了。哎，阿姨，雨晴你来了。对呀，我刚从沈阳飞回来，给您带了好吃的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来来，快坐，雨晴快坐，来来坐，来坐下。阿姨，你都瘦了。没有。我刚才听清风跟我说，说你们要结婚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他，照顾他，我们会很幸福的。我高兴。